不顺覆辙，即格杀勿论。击鼓撞钟，召集百官，速请太上王登基。请陛下服药。 如此大胆，竟敢在外击鼓撞钟！奴才不知道啊！快，快去看看！诺，哪里跑？拿下！诺，来，你们想造反吗？嘿嘿，今天咱家就是要造反，你又能如何？ 宁安啊，宁安，咱家今天要不把你碎尸万段，咱家就跟你姓。公公，您饶命！奴才已是糊涂得罪了公公您。你放心，咱家不会杀你，咱家要把你交给太上王发落。哼，带走。走。 奴才兰恩叩见永嘉侯。你叫孤什么？永嘉侯，放肆！圣旨下。圣旨？笑话！孤受病痛之苦，三日未出寝宫，何来圣旨？是谁交旨反上？ 你们想造反吗？奉天承运，魏王诏曰：自即日起，废除明王众豪王位，贬为永嘉侯亲子。废我王位？谁下的圣旨？是孤。 篡位，篡位的人是你，孤只是夺回被你抢走的东西。抢！当年你宠信奸臣，使我大魏江山受外族所侵。 是太后和重臣逼孤登基，孤击败白狄，保住了大魏江山。那个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孤原本可以早日归国，但是就因为你百般阻挠，让孤在蛮族流落数载。回大魏后，你又对孤百般凌辱，是你害死苏耀，都是你。 都怪我一念之仁，放过了你，我早就该杀了你。说我害死苏雅，那么的西康，还有紫嫣，他们又是谁杀的？那都怪你，你做了太多的恶事，现在替天行道。 陛下，不要啊！你来干什么？陛下，看在他是你王帝的份上，求你饶过他吧，求求你了！王帝，他在凌辱我的时候，他当我是王兄吗？你为了夺回王位，装疯卖傻，你比我更卑鄙。啊！不要，不要！
请陛下顾及手足之情啊！别拦我！娘娘，今天姑要杀了您！历代君王，在天有灵，请保佑玄浩今日平安得到子嗣，可以传继大统，保我魏国千秋万代。公公，真的？嗯。哎，陛下，奴才给您道喜了，奴才给您道喜了。陛下，王后赵姬已经生产了。是男是女？给您生了个王子。赵姬，赵姬，陛下，这就是姑的王儿吗？正是。快让姑看看。姑有儿子了，啊！姑有儿子了，啊！姑有儿子了，是是。姑的小伯剑，小伯剑。小伯剑，姑的小伯剑。伯剑。啊，赵姬啊，姑为我们的儿子取名叫伯剑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嗯，陛下做主就是了。好，小伯剑。陛下，请陛下封赏我们的儿子。封赏。臣妾带伯剑向陛下讨封，难道陛下觉得不该封赏伯剑吗？应该封赏，应该封赏。赵姬啊，你为姑生下王子，劳苦功高，姑不但要封赏伯剑，还要封赏你。臣妾不要封赏，只求陛下封赏伯剑，哎，立他为世子。世子，啊，伯剑现在还这么小，就马上立为世子，恐怕不妥吧？公公，啊，陛下，恭喜陛下。吴夫人也生产了，啊？是男是女？啊，是个王子。王子，哎，王子。苍天哪！你待我玄浩。
不薄啊！一日之间得两个王子，他日不定当举办祭天大典，叩谢上苍。晋忠，奴才在。即刻摆驾，孤要去看望小王子。是是，陛下。陛下，陛下。吴夫人，你处处和我作对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笑了，他跟姑笑了。是是啊，他是陛下的王子，见到陛下自然会笑了。他长得真是像姑啊，啊！请陛下为孩儿赐名。啊，对对对，他是姑的二子，那就叫。就叫仲豪吧，仲豪。臣妾代仲豪，谢陛下赐名。哎呦，仲豪，给父王笑一个，给父王笑一个。听说王后也生了一个王子，陛下真是双喜临门，臣妾恭喜陛下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本王说的吗？本来。有很多话想跟陛下说，但是一见到陛下，又不知该从何说起了。你但说无妨。臣妾原本是个宫人，承蒙陛下不弃，封为夫人。臣妾今日能为陛下生下王儿，也算是报答了陛下的隆恩。臣妾只希望陛下和仲豪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命百岁。你想要和姑说的就是这些，没有别的了。那还有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不替仲豪讨封呢？仲豪是陛下的王子，封不封的陛下心中自有打算，臣妾何必急着讨封呢？你说的不错，孤心中自有打算。臣建议大夫凌展叩见魏王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姑今日召你前来，是有大事相商。陛下，您召微臣前来，是否商议立储之事啊？爱卿倒很机敏呐。陛下您启得二位王子。四海皆知，陛下还特地为此事举行了祭天大典。如今东宫储位空悬，陛下您单独召见主持祭天大典的微臣前来，定是商议立储之事啊。那以卿家之见，该立谁呢？陛下，此事还需考虑吗？依照祖制，当然是立长子了。长子，长子，陛下，王长子伯建乃正宫嫡出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，都应该立为世子，请陛下降旨太常寺，准备举行世子册封大典。可是姑觉得二王子仲豪也很像姑，陛下。您的意思是，爱卿啊，
你看有没有可能立二王子仲豪为世子呢？陛下，您若非要如此，微臣万死不敢接诏。您，陛下，祖上有云呐，立长不立幼啊。王长子伯建不但是长子，而且还是正宫王后赵姬所生，兼被嫡长子于身呐。陛下，依照祖制，只能立伯建为世子。陛下，您虽为一国之君，但也不能有违祖制啊。难道就不能商量吗？陛下，您若一意孤行的话，那么恳请陛下先斩微臣。你这是在威胁姑吗？微臣不敢。好了，姑知道了，此事以后再议。陛下，陛下，娘娘，岂有此理？下去。诺。陛下竟然想立那个贱人的儿子为世子，陛下你为何这么绝情？我的王儿伯建，既是嫡子，又是长子，你为什么不立他为世子，偏要立那个出身卑微的宫女的儿子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娘娘，吴夫人听闻娘娘喜欢吃龙眼，特意差奴婢给娘娘送过来，请娘娘品尝。不吃，他送的东西我不吃。伯建乖啊，伯建不哭，伯建不哭啊，母后一定会让你坐上世子的宝座。陛下乃一国之君，既然想立二王子为世子，下旨即可，不必理会大臣们的反对。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，立长不立幼，乃先王祖训。不过姑倒是想了个办法，你看行不行？陛下请讲。姑想去太庙求一卦，如果历代先王同意立仲豪，那姑自然不会再有顾忌；如果历代先王反对，那就立伯建吧。陛下圣明。太庙问卦，听天由命。去请王公公。诺。奴才参见娘娘。哎，娘，娘娘，您何故如此？您这……啊，王公公。我们母子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了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您有话不妨直说，您这折煞奴才了。娘娘快请起，快请起。如今陛下一意孤行，不肯立嫡长子，一心要立念吴夫人的庶子仲豪为世子，如此一来，我们母子俩必定永无出头之日。试想一下，他日陛下百年，仲豪登基，他岂能容得下伯建这个身为嫡长子的王兄？与其到那个时候身首异处，倒不如今天我们母子死在一起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您不必如此伤心，这事情不是还没到那个山穷水尽的地步吗？王公公，娘娘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你能救我们母子了。哦，娘娘，有话您不妨直说，奴才听您的吩咐就是了。啊，我跟你说。啊
娘娘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，要杀头的呀！不是不是，王公公，他日伯见登基，我定有后报。哎呦，娘娘，这事不行啊，奴才胆小啊。你说奴才好好想想吧，好好想想，我想想。哎呀，王公公，我今日戴伯剑，任你为亚父，日后荣华同享，断不相欺。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娘娘，您真让王长子任奴才为亚父？我带伯剑给王亚父磕头了。嘿，娘娘，娘娘，奴才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。王亚父，既然娘娘如此看重老奴，奴才冒死也一定听娘娘的吩咐。谢王亚父。哎，娘娘快请起，请起。哎，娘娘快请起，哎，快快请起。签上何字？立长。看来这是天意啊。圣旨下。奉天承运，魏王诏曰：王长子伯剑乃正宫王后赵姬嫡出，今依诏祖制，立为世子，即日入主东宫，钦此。吾王陛下万岁万万岁，世子殿下千岁千千岁。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摔得真响。伯剑。君子之命，不以好命喜，不以差命悲。君子之命，不以好命喜，不以差命悲。而应知时守时，知进知退，此乃知命真谛也。快点，快点！驾驾驾！世子小心！驾！快点！驾驾！母后替你出气了啊。
守好。王兄呢？他抢我的风筝。笑话，我儿子贵为世子，他要什么没有啊？怎么会抢你的风筝啊？他就抢了我的风筝。证据呢？他砍断了风筝线，风筝飞走了。住口！跪下。母妃。母无尊长的东西，跪下。我不。你是不是连母妃的话都不听了？跪下。世子道歉，母妃。给世子道歉呢？他抢我的风筝，还打我，我为什么要道歉啊？好啊，吴夫人，你们母子仗着陛下的宠信，竟敢殴打世子，以下犯上。现在我就去禀明陛下，你们母子就等着陛下的责罚吧。伯爵，我们走。是，真的不是儿臣的错。母妃知道。母妃，为什么伯剑可以为所欲为，我就必须要忍让他，还要跟他认错？因为伯剑是世子，是将来的魏王，也就是你将来的主人，所以你必须学会忍让。母妃，凭什么伯剑可以当世子，我就不可以？仲恒，有些话想想就行了，千万不能说出来。谁叫你生得比伯剑晚呢？谁叫母妃只是宫女出身呢？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是不公平的，但我们不能抱怨，我们只能忍耐。所以呢，母妃明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却只能让你向伯剑道歉，因为伯剑是你将来的君主，你忍耐一时可以保住性命，但如果逞强对你没有任何好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以后仲豪再也不会去冒犯伯剑哥哥了。
世子，你的这个绣球很漂亮嘛，世子喜欢，主豪双手奉送，那你陪我玩吧。疼吗？太好了，不许躲。伯剑，无非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仲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世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他要陪我玩的，他还说不疼。哎呀，小孩子嘛，吵吵闹闹是很平常的。你无非我不疼，这回还算知趣儿。我们走。我不疼，这回我没有做错吧？国有忠良，江山稳固，四海安宁。世子殿下，请问伯夷和舒淇为何不食周粟呢？因为周粟不好吃。胡说八道！昨天刚讲过，今天就忘了。仲豪，你说。因为伯夷和舒淇对商朝忠心不二，当商被周推翻后，他们二人宁可躲进首阳山饿死，也不肯吃敌国的粮食。伯夷、舒淇之忠心日月可见。不错。伯剑，你不用功读书，理应受罚。你，我是世子，你敢罚我？君臣父子师徒，此为三纲。今日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就是陛下在此，我也敢罚你，伸出手来。老师，我愿替世子受罚。你说什么？伯夷和舒淇为表忠诚，可以不吃敌国的粮食，那么我代世子受罚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更何况伯剑是我哥哥。二王子宅心仁厚，忠孝无双，老夫佩服。伯剑，今后你要切记，要用功读书，散学。谢谢你，弟弟。世子伯剑继位，是为魏宣王。圣旨下，奉天承运，魏王诏曰：今日新王登基，大赦天下，拜王后赵姬为王太后，封二王子仲豪为永嘉侯，凌展为大司徒，旷杰为都尉府都尉，其余百官均有封赏，钦此。谢陛下，宣王陛下万岁万万岁。奴才兰安恭。
迎永嘉侯。恭迎永嘉侯。起来吧。谢永嘉侯。住惯了王宫的侯府简陋，委屈侯爷您了。不不不，这儿非常好，这才是我的家。下去吧。诺。儿臣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以后在这里，儿臣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。小姐，我们终于到都城了。魏都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小姐，我们现在到了都城，只要我们见到了魏王，然后呈上证据，老爷的冤屈就可以洗清了，很快就能救老爷出狱了。那我们赶紧进城吧。走。小姐。